好好写。中午吃咖喱，我要去超市买菜。你们想吃点什么？两包原味薯片，还有脆皮雪糕，上面是巧克力那种，你懂的。嗯，西瓜。给钱。先垫着。那你记住了啊，这个月你已经欠我60多块了。凑100给你。西瓜是水果，属于家庭正常开支。跑腿费。哎呀，你真抠！哎呦，那给，找5块。你今天帮我垫上。我又给你垫，我都给你垫了20了。嗯，凑50给你。谢谢惠顾。嗯，哥，你高考完都不想出去玩的吗？不想。可是我想。你写完作业再去。你放假前不要考试吗？就你那成绩，想考中央美院，中央美容院都不要你。我还有2年呢，而且我是美术特长生，300分就够。这道题又做错了。跟你说了，不要打我脑袋，大傻子，你娶我呀？我娶你。我娶你。